要模仿哪一位巨星？我要模仿的是徐怀钰。啊！一来人家已经在这边了呢。哎呦，他今天人大人在这里耶！啊！我知道呀，我就是很像春丽是吧？啊，你是春丽，但是我是要来最时尚的头。我是要来向他致敬的。哦，没错。致敬总比致哀好。因为她是国民女神，然后我们以前运动会的时候都放她的歌，所以她是我心目中的美好童年，就来跟她致敬。对，我人生第一次带动跳也是跳，我想叫叫叫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所以你看不愿意演唱会里面看你这些东西，真的是回味。我也是听宪哥的歌长大的，真的吗？大家都是听宪歌的，我们演唱会互相捧场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看这位大明星的 MV， 来。徐怀钰因在家阳台随哼唱歌，而被住在对面的音乐制作人欧孝良的助理发掘。1998年，出以首张个人 EP《飞起来》站上歌坛，有平民天后、国民天后之称。世界只听见我的心在跳，路人不重要，小姑汪汪叫，孩子傻傻忘记你已经走掉，周围出现好多的气泡，里面写着我的感觉就是喵喵喵。月亮铃叮咚，请你快点把门打开，月亮铃叮咚， Be my hero, be my knight， 月亮铃叮咚，请你听听我的表想和你谈恋爱。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大怪兽，丑怪兽黏着我，再一口一口吃掉我本来很愉快的生活。有怪兽，有怪兽，有怪兽缠着我，有怪兽，丑怪兽，大怪兽别烦我，再啰里啰嗦一脚踹到外太空。想缠着我，我还不想和你做朋友。你不要学萝卜地迷我，哦，装酷站在巷子口那里等我。你不要写奇怪的诗给我，哦，因为我们没有萍水相逢过。我是女生。我是女生，爱哭的女生。我是女生，奇怪的女生。我是女生，你不懂女生，你不懂女生。错在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，真的会因为歌爱上。两颗心交黑的时候，一分钟就足够，够我一辈子想念很久。我会选择离开，微笑。Shut up。
哎哎哎，我可以，谢谢你，也可以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来来来，坐坐。你真的要坐下来，好不好？跟你聊天呢，这个高度是最舒服的。哎，今天呢，我跟你讲啊，特别一下，不是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样我们很像那个青蛇与白蛇，哎。我啊，我现在的意思，刚刚那一首这个心中的遗憾，我太喜欢了。你因为一般人都喜欢你的一些肤浅的歌，怪兽。哪有肤浅啊？深奥一点的吗？我曾经因为这个心中的遗憾而喜欢你这个人。所以我现在再唱一次，你会更喜欢我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以现场伴奏一下。可以的。哦，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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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这样，哇哇，那个 feel， 来来来来 ，let's 头冲头。见你是个错，错在我们身处不同的时空，两颗心交汇的时候，一分钟就足够，够我一辈子想念很久。我会选择原题应该是 B 麦啦，对，哎不 C 了，降 A 啦，哦，我永远记得你心中的那一个，因为两个人唱的声线不一样，他是那种空灵系，对，假音啊什么很多，一个人坐在这边感觉怎么样？个人感觉很好啊，不错，对不对？现在很流行这种很细的音，虚虚的这种唱法啊，空灵，加油啊！而且他还自己写歌，他叫詹凯琪，詹凯琪，对对，宪哥你还记得吗？你上次说那边写什么？这里当自己家就随便来，然后上一集跟这一集都好啊，你就这么随便就来了？哎，你不要担心，轻轻松松就来啊。我们还有，我的节目还有，没关系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去上他的节目，真的，歌唱好新的一季快开始了，对对对。好，我顺便又自己 OK 啊，当然有什么关系？宪哥人怎么这么好？我们这边就是有动就穿，主要是帮你打演唱会的事，有一次打太多会糊掉，对不对？就演唱会到时候也要跟他支持一下，好，一定会的，一定会的。你就来，然后我们有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就来唱。真的吗？太棒太棒！我在旁边换衣服。真的吗？哇，也太好了吧！那也太养眼了吧！来，那你请位坐，好不好？我们要现场那里举牌了，你们只有一票。如果你觉得很棒的话，给一个圈。Yuki 这边呢，他一票是五票，好吧？三二一，请投票。来，哇哇哇！第一棒就是那个大满分，满分哎！第一棒就满分，后面的人怎么办？大明星，哎，这样子，这个是，这有点黄克林的 style。嘿，林公啊，别急啊，哇，有交代，叫啊，滚啊，哈，第一代台湾第一代的 rapper， 全身红。